麻辣小龙虾隆重登场。搂一盘子，六这个不太会吃的呢，吃的少。应该是小嘴儿一秃噜，完，吃不了两个呀、啊。没发挥好。实惠且高端的，还要求口感，只有那么一款，海里最美的腿，章鱼竹。一罐子里边啊，有大有小，大概是两三四条，主要是小型。口感脆脆的，火肉小喇叭，鱿鱼味。要崩出来，活肉真香啊，滴滴答答乱吹那个，哎呀，整个个头子肥的，脚腕儿，哎，还得是好东西哈。麻辣龙虾尾，火爆来袭，食欲这一块挡都挡不住。这么稳都飞走了一块，那必须一口一个。造个母虾，小须子啊，母的，五花，够用。龙虾，我只任性的吃，还得是二斤以上。嗯，芥末的啊，今天的菜系，黄金鲍螺肉，最近的全是这个造型。哎呦我去！黄金鲍螺，属实香弹，弹它，看它亮，噼里啪啦的。
性不性感？小笔头。不吃奥龙上火，牙刺挠。哎，哎，有劲儿。奥龙来袭，有十秒的聊天时间。为什么吃奥龙呢？吃好了，吃鲍螺。我始终那么挑剔，个头太大太小都不行，我只吃这么大个，而且必须是啪啪的分量，就是弹香弹，黄金鲍螺肉，刀不好，哎呀哎呀，就这个量没办法，很牛肉，这香。